欢迎来到郭东健先生的工作室。郭东健先生现为福建省花园院长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个视频，同时你也可以访问郭东健先生的网站 www.guodongjian.net。